他们孙振艰难下，燕寒胸下气象乱，陈宝二段面不黑，绝对江州下阵犯。傻逼，这什么面目？你懂中文？只会一句。这不就两句吗？在我们收到引天号邀请三角时候，就在 Grandmaster 上公布了这桩提案。皮蛋，这一切跟皮蛋都有关系吗？只身引天号。为什么会知道我的事情？这又是一个谜题。如果我们两个联手都破不了的案子，それは人間の仕業じゃないってことになるね。哎，你俩别进来呗，俺全都听下了。中国の探偵もな、タイの探偵に、日本の探偵もな。不远不退。各就各位，开始。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游戏？冬天啊！我们终于见面了 ，Q。